家好，我是慈萱。今天我要带领大家做一个静心，它的题目是毗卢遮那佛的静心。好，现在让我们盘腿，双手放在我们的大腿上，挺直我们的脊椎，慢慢地闭上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分三次深层的呼吸，吸，呼，吸，呼，吸，呼。想，毗卢遮那佛在我们的身边，大乐如来是毗卢遮那佛，如来却是佛的意思。毗卢遮那意为照耀，是光明偏照的意思。大日是除一切暗，偏照宇宙万物，能力养世间一切生物。大日之光为不生不灭，偏照世间万物，而无任何阻碍的法体，成得圆满，智慧之光偏照一切处。无昼夜之分，世间已出世间的一切有情无情，都能受到恩惠，启动明生佛心，或不可思议之成就。如来的心咒：唵南无巴达瓦帝萨瓦日那帝摩尼树拉拉那叉呀那塔那塔呀阿哈帝三藐三菩提呀塔呀塔唵树达尼树达尼萨瓦塔唵波舒那帝舒帝都舒帝萨瓦日瓦玛阿瓦仁达巴舒那达耶娑哈唵南无巴达瓦帝萨瓦日达帝摩尼树达那那叉呀那塔那塔呀阿哈帝三藐三菩提呀塔呀塔唵树达尼树达尼萨瓦塔唵波舒那帝舒帝都舒帝萨瓦日瓦玛阿瓦仁达巴舒那达耶娑哈。好，现在让我们做最后三次深层的呼吸，吸，呼，吸，呼，吸。
现在让我们慢慢地睁开眼睛。好，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回向。回向一切众生能增长寿命和福慧，断轮回之根，凡有所求，无不如愿。好，谢谢大家，感恩大家。